早在新加坡建国之前，八频道就已经成为国人最主要的资讯和娱乐管道。为了纪念起播的日子，过去也曾举办过台庆特别节目。一八播报最亲切。今年适逢45周年，意义非凡，这一届的台庆又将有什么看头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新广艺人，欢迎收看新星星。1982年开始，新星星就成为当时培育歌唱艺人的温床，每星期必然准时为观众呈现连场的热歌劲舞。嗨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林安宁。抓住你心里的话，抛开那烦恼忧郁。我是冯庆妍。要你猜猜我的意思，你说这是一个难题。我是孙宝琳。我是贝心妮。我是张飘芳。幸福来呀，幸福来呀，大地放光彩。很开心能和许多老朋友相聚在一起，很难得很难得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合唱了。谁都还能再见面，谁都不敢说。希望当晚的节目能带给你们一些美好的回忆。大家好，我是叶正文。我是陈彼得。我是郭崇仪。我是叶亚明，我在从事美发的事业，那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我。我就是在忙着我自己的音乐学校啦。我是跟娱乐圈脱离了关系，我在做我自己的一些小生意啦。现在呢，我是从事这个算命还有看风水这个工作。很感激就是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大家能够集合在一起。那么当天晚上呢，我们将会呈现一个歌唱节目，那么希望观众朋友呢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。祝贺八频道生日快乐。斗歌精艺在1977年掀开序幕，从中发掘出不少具有潜质的人才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敬全，是1979年度斗歌精艺男子组冠军。春天已过去，花落满地，便好梦成追忆。她是女子组冠军叶佩芬。蓝色的海洋不平静我的心情。嗨，我是杨全莲，1988-89年斗歌精艺冠军。那很高兴呢，在11月23号呢，我们又再一次有机会哈，跟大家一起合作。那么这次呢，连李伟松也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都是歌王歌后哦。所以记得11月23号，大家见。哎，一顶顶的假发，这么多的衣服，究竟在玩什么把戏？这个项目啊，我们会几个人会一起扮演一些经典的人物啦。对对对，过去的综艺节目大家熟悉的脸孔啊，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。可是对 Ben 和我来说呢，是比较困难一点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么熟悉啦。对，因为我们不是活在那个年代。最困难的不是你们，应该是郭亮，因为他有突破性。哇，大突破哎！是。最大重点是我虽然这个可能年龄上来说哈比较同一时代，但是我从别的地方来，这很多节目没有看到过。但无论如何，最感荣幸的就是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向所有的前辈致敬。分秒必争，大伙儿七手八脚的在帮忙变装，每一项表演的背后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哦。祝愿八频道45周年生日快乐！综艺和戏剧的大将们也将粉墨登场，同台演出。我们这一组演员呢，将要一起扮演经典人物，在这个典礼里面哈，就会颁发一个经典人物的一个奖项。这些经典人物呢，跨越80到90年代。那么至于呢，谁扮演什么角色呢？我们正在揣摩寻找最适合的人选。你会演什么？啊，我当然是演最红的那一个。而且可以看到，其实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其他艺人很多，这个模仿功力很高，好像我身边的这个。
我也是觉得受宠若惊，因为我能够有机会演这位经典人物。因为其实你当天你看你就觉得，哎，为什么会找我演？我也不知道，跟你有关系的啦。我们不是要卖关子，最重要是我们在这个演出的当额呢，希望能够让大家怀旧一下，就是当年这些经典人物他们精彩的演绎。到时候你们看就知道了 ，OK。不好笑都好看，不好看都好笑。演艺圈薪火相传，象征着新生代的年轻艺人也将登场现役。我们跳的是《零零后》啦，是一个很累、很惨的舞蹈。它的这个根呢，其实是来自非洲嘛，所以它是那种比较有一点土足，然后很放，很多很自然、很随性的动作。转了很多，头很晕。对我来说，就是很难很难的舞蹈。我差一点吓到我从椅子摔下来。我有点想要投降。困难的地方就是要把那个默契配合得很好，因为它很多很快的步伐，然后如果你一 miss 一个拍，你就蛮难再接回那个舞蹈。我那真的是舞指底子非常的差，你叫我打武功啊我还可以一点，你叫我跳我真的是要我的命了。我不像他学习那么快，他真的是很强，我们只学了三节课，他漏了一节课，他很大概15分钟基本上都掌握了。你这样讲等一下到时候表演跳不好怎么办？你不要害我哦。就大家都在揣摩之中，我们已经蛮熟了，所以没有所想象的那么难了。而我们两个我觉得呢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我很像火很像冰，因为我好动，然后他比较文静，所以配合起来开始会有一点辛苦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我觉得还好嘞，可是我觉得默契还不错。这个表演呢，就是当然有四个环节，一个就是风火雷雨。代表这地球上四种最基本的元素，那么这元素呢，就是包含了天地之间阴跟阳的调和还有平衡。我在表演这个风火雷雨这项目，我是属于跳雨的那部分，是要呈现出一种雨的意境，所以希望让大家在电视上可以感觉到那种雨水的那种静，还有雨水的那种浪漫，还有一种舒缓的感觉。我的项目呢，就是关于火，所以我会在当天晚上玩火。我认为应该是最危险的一个环节吧，因为呢，我会拿着着火的东西在空中旋转、滚地、前后转动，所以在那方面我觉得是最刺激的吧。当我听到我要代表风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是很壮观、很漂亮、很飘逸的感觉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香婷是不会跳舞的，我是完全不会跳舞，何况是一个这么漂亮的中国舞蹈。然后上了第一堂课的时候呢，觉得太难了，在我的旁边、我的周围的那些舞蹈员呢，都是鹤来的，我觉得我是公鸡来的。在这个项目里面表演的是雷，雷是震撼的，雷是声势浩大的，我就会用这些铁片呢敲出雷声，希望今后得到你们的掌声如雷。很多动作就觉得啊，做不到一水，感觉是你风吹的时候，它是很软、很像蛇、很优雅的感觉的那个动作呢，我做起来有点声音。心理上方面，因为要玩火，毕竟跟火不是很熟，这方面，所以还是有点担心。我还没有开始吊那个蛙，也听说要在整个 TV 碟得飞，所以也挺恐怖的，因为其实吊蛙也是不容易的。那最难的地方呢，就是要在第一天的时候呢，要记下所有的舞步，要控制它的时间还有速度，我要学完全部舞步太难太难了。这四段舞蹈呢，给大家一种哇的感觉。哇哦，八频道45岁了，八频道谢谢你陪着我长大，我也在这里呢陪着你们20年了。他陪伴着我的成长，也希望他永远会是你们的生活的一部分。八频道 Happy Birthday。在这特别的日子，多达200位的艺人朋友都将出席盛会，当中有很多都是多年未见却又异常熟悉的面孔，星光熠熠，旧与新知，大家共聚其乐。请记得收看45载光芒，八方贺台庆 Happy Birthday。